大家拍个视频嘛，说实话，到时候我去给你们拍个视频嘛。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。嗯，那咱们给大家再上点啥来着？苦荞茶，先给大家，要不咱们先给大家上黑枸杞，好不好？要不要黑枸杞？要的扣个一。给大家搂一波黑枸杞，纯的，葛根粉，葛根粉纯的。纯的，你们放心，葛根粉是纯的。来，上给大家来波福利吧。对，给你们来一波。蜂蜜没了哈，蜂蜜没了。蜂蜜没有了。我们的苦荞茶是给你们做的福利，两斤是29块。葛根粉，葛根粉也没了。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的。买了，好的好的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阿米，要不你先给大家唱首歌吧。哥姐们，要不要阿米唱歌还是跳舞？要唱歌的打唱歌，要跳舞的打跳舞，打在公屏上面。今天开心，好不好？你跳一下吧。我觉得你跳的更好看嘛。我不能喧宾夺主呀，好不好？阿米，你把那个大支架拿过来，咱俩坐在这里陪大家聊聊天，不着急。这才10点半，好，来，今天开心，陪大家好好的聊聊天。可以。阿米啊。啊。那个钱，等一会儿就拿给姑。不行。你看，又开始不听话了。不是不听，不是我不听。又开始不听话了。不是我不听话，小猫，跟你听我说，就是要还的话，肯定也要我自己的还呀，对不对？应该想成自己体会什么，哥姐们，我今天不是给姑姑，我今天不是给姑姑拿了10000块钱吗？然后那啥，我今天不是给姑姑拿了10000块钱吗？然后阿米把钱抢去了，那回差点打起来，然后。我让阿米把那10000块钱拿给姑姑，他就不干。等一下给大家上黑枸杞啊，等一会陪大家聊聊天闲。黑枸杞放心，会给大家上的。小苗说到做到，你可以往这边坐一点。苦荞茶好，我老爸天天喝。是的，我那个叶子，我回复一下，我也是，我就是吃完饭之后，我也是天天喝的。我们的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兄弟姐们、哥哥姐们的支持啊！可以退了，重新拍嘛。我们彩礼加上今天给阿米的1万，一共给了5万啊，一共给了5万了，慢慢来嘛，反正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。我夕阳神收到了，谢谢。不行，咱们到最后再给大家上一波十壶。十壶。可以，好吧，哥姐们，等一会再给大家上一波食谱嘛。谢谢，然后再给大家上一点那个，到这个点就基本上都是在给大家炸狐狸了，好吧？一起在公屏上面戳戳屏幕点点赞，好吧？谢谢。先是给大家上了100单黑枸杞。黑枸杞。来，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咱们能不能帮小苗把点赞给我点到120万，好不好？我给大家先上点黑枸杞。先上黑枸杞吧，黑枸杞不是野生的，对，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的。这个不是野的，不是野生的啊，就是什么东西是野生的，不是野生，我们会跟大家说的清清楚，咱们从来不骗人。三环收到，太好了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英姐姐。好吧，就咱们直接，这个不是野生的，但是泡出来就特别的好。这个，来直接给大家上个200单。200单，叔叔阿姨们，200单，每个人限购5单，哥姐们已经上了，能看到的吧？这个地方是200啊，库存200，已经上了，大家去拼手速的去抢一下啊！三皇是山上的，小苗非常靠谱，谢谢。三皇是山上的啊。葛根粉直接用开水冲，可以用冷水先给它化开。我刚刚没有化开。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，上次的雪夜非常好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赶快去抢一下啊，库存有限。
刚刚拍的蜂蜜为什么？有可能是你。大家赶快去抢啊！一共只有200单，只有200单，我就不会再上了啊！大家抢不到，回头别说小苗那啥啊。地址就是有点远了，然后就是10块钱的运费吧。不理什么改收货地址，你地址填错了吗？石湖市的，石湖市的啊。石湖，你可以退款，然后再重新买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没了，抢完了，这才几秒钟，黑枸杞抢完了，哥姐们。这手速也太快了吧！这黑枸杞100克够你们喝2个月。是的，能有小梅这样的朋友是一生的福气。对的，对的。我这个人反正朋友啊啥的对我的评价都还不错，这是事实。真的挺好的。阿敏，你给大家唱首歌吧。唱歌。我来唱，我有点累了。要不你唱吧。我唱歌太难听了呀。不是，我也不知道唱什么歌呀，对不对？夕阳声，夕阳声是山上的，山上，然后农民伯伯一根一根挖下来的。哥姐们，你们想听唱歌还是想听跳舞？想看跳舞，唱歌吧，叔叔阿姨。对，今天阿米也累了，让哥姐们，阿米今天有点挺辛苦的，我们播了好久了，然后大家，就是让阿米唱个歌吧，好不好？阿米好憔悴，确实挺辛苦的，确实挺辛苦的。黑枸杞没抢到是吧？没抢到，咱们等一会再给大家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等一下给大家上那个苦荞茶。唱歌吧，你们都这么支持我们，这么喜欢我们两个，对不对？给你们唱一首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耳环好看，耳环是我们彝族的，给你们唱一首从来没有唱过的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唱祖先，那你们觉得是唱祖先呢，还是唱一首青春的颜色？你们这两首歌选一首吧，好不好？一首是祖先嘛，你们都听过，然后一首是青春的颜色，新学的。青春的颜色好不好？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，阿米唱过的青春的颜色，青春的颜色不就应该是你这个颜色吗？没有。谢谢谢谢大家。谢谢谢谢大家。哎呦。要不咱俩一块唱吧。我唱不好哎。你们俩唱《红尘情歌》吧。不要。要不唱个还是我的，要不唱个夫妻的爱。我自己唱一个青春的颜色好不好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自己唱吧好不好，叔叔阿姨。三伙煮水喝就可以了。问了这么多都怎么没回答一下，因为滚屏有点快，所以呢没有看到，希望你们多多包容啊。我现在给你们唱一首青春的颜色，给你们唱首歌。那你是不知道再给你加点啊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，大家一起用手指点一下后天的直播，大家能不能帮小苗预约一下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每个人都点一下好不好，谢谢你们。每个人都点一下，预约一下啊！点预约，我们后天直播，叔叔阿姨们。咋有个电灯泡？谁是电灯泡？哦，你说关永啊？大家赶快去预约一下后天的直播喽！对，我们后天直播，你们可以直接用一个手指一点就行了，特别简单。是的，是的。预约，感谢。好的，感谢谢谢，我关注了。你笑啥？青春的颜色嘛。我想笑，我怕等一会我唱不好，所以呢。哎呦，你绝对是最棒的。要不咱俩一块儿？哎呦，你非带着我干嘛？我这五音不全的人。那我就给你们唱哈。大家赶快预约啊！然后，已约了过之后，大家再添加一下下方的企业微信。大家以后在我们直播间买到没抢到的东西，联系小苗，小苗帮你下单，好不好？联系小苗企业微信，小苗帮你下单。那我就给你们唱了，叔叔阿姨们。然后唱的不好，你们不要嘲笑我就行。能听得到吗？
花留着泪，会枯萎，虽然美，时光何去，悄然抹去了香味。唱的不是很好，是什么？花流着泪，让世界更枯萎，抹去了曾经骄傲的香味。我们向前追，加带着的疲惫，一生又想起年少美的无限。青春的滋味是遗憾的积累，长大才懂得珍惜的可贵。时光如流水，这一去不再回，我想在现实间遥远的追。一生间留下来多少无心的相遇，一转眼不要笑我无愧。好听，哥姐们公屏这边打上两个字好听，来直接给大家炸狐狸了，好不好？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给大家来苦荞茶，直接给大家炸，别到时候说小苗玩不起。两罐苦荞茶，两罐苦荞茶，啊，是桑葚干苦荞茶嘞？我去找。啊，这来这来这，哥姐们，两罐苦荞茶。哥姐们，39.8，39.8，你们可以是黑苦荞，你们可以到现在去看到其他平台上面去找找看，有没有比我们和阿米卖的再便宜的？是的，酱一二三高，而且对胃很好的是啥？你们饭后过后，就是用这个我们凉山大凉山的苦荞茶泡水喝，它是可以解腻的，两斤。降亚三高，可以减肥，还可以清火，还可以养胃。上了年纪的人，哥姐们就喝这个。是的，就喝这个，就喝这个。还有你们喝过了苦荞茶过之后，里面泡过的那个颗粒千万不要丢掉，直接喝。是的，直接可以吃。直接用那个勺子挖着。想要的扣个一，多少个一我就上多少单，上。绝对玩得起，哥姐们。39.8，真的，说实话，这是你可以到任何平台去看，绝对没有比我们再便宜的了。有差不多100个吧，给大家上个100单，来吧，只有100单，哥姐们，100单，你们抢去吧啊！两罐两斤，合到20块钱一斤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哥姐们，真的是白菜价，说实话。什么东西？苦荞茶，它可以降压三高。是的，降压三高。家里有老人的，年轻人都可以喝，特别是吃过饭了过之后，喝一点苦荞茶，特别特别特别解腻。对的，喝的特别特别舒服，真好喝，它是真好喝，不是假好喝。很香，你们也可以就是比大麦茶好喝，那肯定比大麦茶好喝了。你们也可以这样，就是收到货之后可以放在嘴巴里面直接干嚼。它是香香脆脆的，很香，特别的好吃。赶快去拍一下，哥姐们，等会再给大家上点石斛，好不好？让你给你们玩得起一点嘛。还有最后10单，还有最后10单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已经没有了，100单瞬间就没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哇，这手速好快！100单没有了，我给你们搜一下这个苦荞茶的功效啊，就是喝到嘴里特别的香，它是大凉山的一个特产，最主要这个价格你知道吧？太便宜了，说实话。我给你们搜一下它的功效啊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看到软发什么血什么管，清热。消除疲劳，看得到了吗？非常的好啊，非常的好，有软化血管，消除疲劳，还可以降一二三高，特别是降血糖。给你们看，这是你看，有一定的降血糖、降血脂、降血压，因此
低血压的不要吃啊，低血压的不要吃。对，它是降的嘛、嗯。特别好，这个东西说实话，最主要这个价格，这真的就是白菜价。说实话，哥姐们。很香的，说实话。太便宜了，真的，我不骗你们，真的。大家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这个东西可以说是必买的，就是在我们直播间真的可以说是必买的东西。为什么必买？因为它太便宜又好喝，经济实惠。大家很多我们老客户都买好多单，啊、嗯，没抢到。没抢到的在公屏上面给我再给我扣个一，我看有的不行，阿米不要扣，别扣了，不要扣了，再给大家上个100单，再抢不到哥姐们，我没有，我要是再上的话，我是小狗，来100，看清楚啊，来，不浪费大家时间，上了100单，赶快就拼一下手速吧。你们也可以收到货了之后像我一样，就是干嚼。已经上了，赶快就抢。脆脆的，很香，很好吃。吃奶是熟的，这个已经给你们炒熟的。炒熟的，哥姐们。你们直接泡水喝就行了，用开水哦。一单是2瓶嘛，对的，满满的2斤，2罐，30。真的很好喝。39.8，叔叔阿姨。特别好喝。嗯。你看，这个是黑苦荞，不是黄苦荞啊，黄苦荞不值钱。阿米吃干。是的，直接可以这样吃的。黄果条是不值钱的啊，干什么？嗯，又快没了。你们这手速。还有最后15单，哥姐们，你们看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，我再给你们上点。不行，给大家再来点石斛。包子粉，包子粉有要的吗，哥姐们？包子粉有要的吗，哥姐们？对，你们有没有？还有这个包子粉？要包子粉的扣个一，还能再给大家上个20单左右。包子粉，嗯，苦荞茶还有最后6单，苦荞茶还有最后6单，哥姐们。苦荞茶有6单，叔叔阿姨们，苦荞吃了可以降三高的，降三高还可以。泡茶，你们不要跟我们学，干嚼着吃。我觉得干嚼的话就是脆脆的嘛，很。苦荞茶建议大家都多拍几单，没问题了，是吧？这个很好喝。哎，最主要39.8，谢谢。19.8就等于1罐20块钱，我的妈，这是还给你们包邮，你想想，你到哪里就买这么便宜的东西啊？我说实话，给大家上啥呢？不是上包子粉。你们要不要包子粉？对，你们想不想要这个包子粉？这个包子粉，老年人就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哥姐姐们喝是很好的。嗯，就是他可以，这个我妈妈也在喝这个包子粉，它是可以改善我们心还有肝功能的。哦，阿米，阿米，等一会儿、啊、再上，还有一个品没上呢，我才想起来，雪太菊，来去烧瓶水，这里有水，去烧，再烧一下，再烧开，泡一杯雪太菊，泡一杯雪太菊。给大家上一个雪太菊，阿米，雪太菊呢？哦，在这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知道这是啥啊？大家应该都知道哈。又坏。哥姐们，这个就不。这个就放心，这个不会给你的哈，这是我们展示的，我自己喝的。这太浪费了，这回头清洗一下，清洗，不然这逮的太脏了也没法喝。说实话，这个先放在这，不能这个不能直接喝了啊，我们先不那个。不好意思，不浪费了，浪费了，浪费了。来，被我搞傻了，我的错，我删我自己啊。雪太菊，哎呦，这个太好喝了，哥姐们，这个喝到嘴里它回甘，可以直接回甘的，赶快捡起来，这个太珍贵了，捡起来然后清洗一下，就简单的那个一下，开了吗？开，要烧开啊，烧开了，我都不相信你了。好，你们哥姐们，你们仔细的看着它的变化啊，可以看着它的变化。你端着菜，咱们端到房间吧，走。可以，我拿这个勺子。嗯。
这个房间更亮一点，更明亮一点。来，小苗不抽烟的哈，那烟不是小苗的。哥姐们，你们仔细看着它的变化啊，它这个东西真心非常的好，100克58。大家你们看，哥姐们你们看清楚，我们全部都是没有开的发包，这个东西一旦开了，它的功效就差了108000里了，千万不要买那种开的，一大朵那种不值钱，那种说实话就是没人要的东西，知道吧？我们这种才是好的，你看，哥姐们颜色漂不漂亮？觉得漂亮的咱们打上两个字漂亮。雪太菊特别好，我拍过了，真的是特别好，你就不需要放糖。对，它是很还特别的耐泡，这是真的。能泡个4-5次。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们，我现在给大家上一下雪太菊啊，雪太菊阿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仔细的介绍一下这么好的东西啊。还是要不我来吧。降一二三高，但是家人们咱们这个可以美什么什么容，养什么什么颜，颜反衰什么什么老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喝。最主要它喝到嘴里它本来就回有一点点回甜，不需要放冰糖它就有点回甜。哥姐们这么好的东西，大家知道小苗和阿米这么久了为什么一直不卖吗？我们就是留到最后给我们的甜粉，这是一方面。他们每一家，看什么的？他们每一家产量就只有10斤左右，这个东西产量特别的低，他们都是收过来自己喝的。一般我们去收，很少能收到，当然也不是说收不到，很少能收到，特别的珍贵的这东西。我包你是山上采的，不是大棚里面种植的，我包你，这个东西你们可以到某宝上面去查。1000多块钱一斤，700-800一斤，比皆是。说实话，哥姐们，想要的在公屏上面给我扣个一。你们想要的扣一。美什么容，养什么颜，并且它喝到嘴里特别的好喝。对，你们拼手。特别的耐泡，降血脂。拼好手速，不然抢不到就不要快我。是的，大家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因为这个说实话真的是数量有限，只能给大家上60单啊，只能给大家上60单，拼一下手速，抢不到的到时候别说小苗没上，我当着你们面给你上，看到了哈，当着你们面给你们上的啊，是不是60？对吧，都看到了哈，大家去拼手速抢去吧，拼手速叔叔阿姨们，抢得到就有，抢不到就没有了。已经上了，有了。你喝吧。好的。已经上了，叔叔阿姨们。喝到嘴里，它自然回甘的，自然就是有一点点甜味的啊，非常好喝。很好喝。你看颜色是不是越来越漂亮？对不对，哥姐们？大家赶快去抢啊！抢到了就好，叔叔阿姨们。建议大家可以多买2单。小婴儿不卖的哈，那不是小婴儿。建议大家多拍2单哈，哥姐们，因为这个哈，我们等你再向下次买，我真的不确定能收得到。真的，我们一般这个东西啊，不卖的原因就是因为货太少了，不然的话，我在直播间我早都给你们，说实话，浪起来了。你们知道小苗性格的，说实话，那有货我靠，我也想给你们卖呀。那没有的，这真的我也很为难。说实话，哥姐们，赶快去抢，还有最后16单。最后16单，哥姐们，最后16单，还有16单，是刷一枚，最后16单，我给你们看看哈，我来喝给你们看看，你别说小苗没喝，我真的喜欢喝这个东西，真的喜欢喝，很好喝的，我喜欢喝普洱茶，这个我也在喝，挺好喝的。不需要加糖，也不需要加蜂蜜，什么都不需要加，就很好喝了。你拍了2单，建议大家还有上了年纪的，就是上了年纪的可以喝这个东西，它也是可以降一二三高的啊，它也是可以降一二三高的，非常好的东西。还有对皮肤也很好，美容养什么颜的。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
还有最后五单，就剩最后五单了，哥姐们哈。还有五单，叔叔阿姨们。买过，现在又买了两，好喝，谢谢那个。真的好喝。小孩可以喝吗？当然可以喝的。小孩反正少喝点没问题的啊，少喝一点没问题的。但是不，你小孩呢肯定就不要喝太多了嘛，对吧？还有孕妇也是的，少喝一点也是没问题，但不要喝多，不要喝多啊。对，降三什么高，一单是100克，叔叔阿姨们。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谢谢大家，赶快去冲，赶快去抢，还有最后两单。这个衣服是我妈妈缝的，不要洗一下茶，洗茶，洗一下。青蛙胶收到了，很好，谢谢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洗一下茶就行了啊，是要洗茶，要洗茶。我说实话，我这个人对这些东西确实不太讲究，这是事实啊。我这个才说的很。雪胎菊降三高，还有对皮肤很好，美容养什么颜的。还有最后一单，哥哥姐姐们赶快去抢喽！最后一单，就没了啊！你把阿米悲愤的情景扔，让我感觉好像……谁说的？叱咤风云大哥，你这话说的多多少少是有点伤我心的，说实话。我现在想想，哎呀，挺搞笑的。哎，我自己看那个视频，我自己也在笑，实话不瞒你。哥姐们，你们看我那个视频，你们笑了没有？说实话，已经没有喽。没有了，叔叔。没有了，大家没有付款的，赶快去付下款吧啊！没有付款的，赶快去付下款。没有了。没有了，这个雪胎菊没有了。真的很好喝，真的。笑死我了，是的，太搞笑了。哎呦，哥姐们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他不专业，不像我也不想摔倒。那咱们再给大家上点啥来着？石斛好不好？石斛。哦，刚刚不是说要上包子粉的吗？包子粉是有。来，上包子粉。嗯。来。我拿拿过来，拿出来。给你们看。灵芝包子粉。对，灵芝包子粉。你给它卷下来也行。嗯。灵芝包子粉。我们的包子粉大家都知道哈，这个东西阿米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功效。给你们看，叔叔阿姨们，这个灵芝包子粉我拿一点出来，你看很细腻的啊，你看特别的细腻。这个我妈妈也在喝，我妈妈就是怎么说呢，她年纪大了嘛，对不对？而且直播间里面的叔叔阿姨们啊，你们年纪上了五六七十岁的，你们可以喝这个东西了，你们要长期的喝，因为随着年纪嘛，对不对？随着年纪会心啊，那些心脏啊还有肝啊会慢慢的衰什么老，喝长期喝这个孢子粉的话，它是可以帮我们改善心肝功能的，还可以就是你们提高免疫力啊，这个还可以帮我们提高免疫力。还有你们平时就是动不动就气比较短的，上不来气的，还有有点胸比较闷闷的，特别的不舒服啊，还有有点眩晕的，你们就去喝这个孢子粉，你们要坚持喝哟。坚持喝。对，坚持喝。是的，是的，我帮你这个哥姐们，我们这个孢子粉也卖了很多，其他直播间都是卖198的。其他直播间都是卖198的，而我们卖的是98，哥姐们，为什么我们卖的这么便宜？因为我们收的便宜，我不想赚太多的钱，哥姐们，只有20单，我们现在库存就只有20单了。只有20单，叔叔阿姨们，大家拼一下手速，要的在公屏上面打扣个一，要的在公屏上面扣个一。包子粉比天猫贵。我说啥我都觉得挺搞笑的。我这么跟你说哈，这个东西包子粉水很深，有坏人把这个包子粉，我们的这个山里的包子粉买过去过之后，他添加一些科技与狠活过之后，一斤秒变3斤，懂了吗哥姐们？我们是半斤98，别人卖的是半斤198。来20单，大家拼一下手速啊，20，有20单，叔叔阿姨们，20啊，20，已经上了哈，20。谢谢谢谢朱丽叶姐姐。谢谢大家，等一下你们要什么我再给你们上啊，这个绝对好啊，哥姐们，小明。